我是刘一恒，我是傅彦堂。今天呢，就是让你不出门，带你看中部地区所有的房市。只要我们知道的，一定都来拍。对。那如果说我们不知道的，你想看的，你也可以跟我们说，然后我们也会去拍。我们也会去拍，我们也会去介绍，全部都免费。对，那就是我们现在在台中市的那个北屯区的大坑。大坑，嗯。但是大坑你会觉得说是在山上，对不对？是在山上。可是离圆环不是圆环，大坑的圆环、不是，是离大坑东山路，只有2公里。对，那我们一下去就是那个红银餐厅。对，如果有兴趣，你可以搜索一下红银餐厅，就可以知道在这边了。对，那红银餐厅上来不用2公里。对，我们今天要来介绍，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农舍，不是农舍。透天，对，透天是建地，对，它是建地，对，建地的话是透天，不好意思，更正一下。那这个建地的话，它的地坪是大约130几坪，对，130几坪，然后总价1680，这样子算一算的话，均价是多少？嗯，大概10出头万而已。对啊，其实你如果要在中部地区的话，要找北屯要找这样子的，现在很多豪宅哦、喔。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进来往这边走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多的那个建案？对，那其实这边有很多那种花园山庄的那种建案，动辄都2-3千万，对，动辄2-3千万。那是它的地坪哈，虽然是占地很大，可是有一大部分都是陆地尺寸，对，所以它其实室内空间可以使用的面积并没有很大。那我们这个目前来讲的话，130几坪都是霸的，纯霸的。希望就是你有需求的那个这个物件的话，请直接打电话找我们。我们真的也是一步一脚印拍的，也是很辛苦。你看我全身都是汗了，今天还蛮热的，都已经冬天了，还这么热。是立冬。对啊，你看今天立冬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外面的景色。对，都是阳光普照。OK， 它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空地，可以让你停好几台车。是啊，没有错。而且它是独栋，独栋别墅。是啊，然后这个空间就这么大。哎，老公，我去那边站。它没有隔间，要自己隔。那中间这个柱子呢？为了支撑性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它是大面积的。我大约站在这边，它这个是属于钢骨结构，对，钢骨结构的哦的别墅，那这边当然你可以隔好几个房间，看你的需求，买来要自己隔。其实哈、哦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有的人会觉得说地震带，其实台湾到处都是地震带，真的啦，我说的是真的啊。但是你如果住房子被地震压死的几率，应该低于你车祸的车祸死亡的几率，还要低。那大家都不买车了嘛？对啊，有本事是这样。对啊，对啊。上次说啊，你如果怕老婆跑的话，那你就不要娶老婆就好啦。好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他这是后面，对，看一下。这是他围起来的部分都是他的。他有后面有增建，后面这边增建一个仓库，然后旁边它是独栋的了。你看哦，上面是不是也有邻居？对对，所以这个不算，他应该没有住这里。对，我是说上面那边类似之材是上面，对对，很远的，邻居很远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人家还是敢住啊。对啊，而且这边也不算是偏僻，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偏僻的地方是连邻居都没有。我现在就是，我刚刚看是不是有一个厕所这里？二楼一间，它是有一个有开窗的厕所，还蛮大的。很大。对啊。哦，然后看一下那个屋顶。屋顶它是整个已经有做装潢起来。然后我要告诉大家，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要把窗帘关起来吗？看它即使说关起来而已，还是很亮。因为它，而且我说真的，上面真的没有什么不太热、欸。我只是因为我们刚刚是用跑过来的，走过来的。当然，如果你窗户全关哈，有可能会比较闷一点。对啊，那我们刚刚有开窗，对，就很凉快，站的超级凉快的。你就算是窗帘盖上的话，也不会很暗。
OK 吗？嗯，好哦。那我们到一楼去看看。是它的热水器。对，它是电热水器。四面采光。然后还有它的楼梯，我讲一下，很宽，而且它不是不锈钢扶手。对，手扶手。扶。楼梯扶手。楼梯扶手。对。然后。而且它的楼梯很稳固，不是那种简易型的，很宽，真的很宽。这是一楼，一楼的空间呢，跟楼上的空间比起来的话，是一样的。对，那就有两个开放空间，一楼跟二楼。你站在大门那边啊，我来站到这边。嗨。然后这是一间可以让你打双球的。对呀、啊，夫妻俩这种闲情逸致不错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他这一间好凉快哦。对啊，开个电风扇就可以通风了。对啊，真的。你看一下这里，这间应该是厕所。嗯，跟楼上是一样。也是一样有开窗。位置不一样。对。那我们。我们看一下后面看一下，还可以打麻将。老公，我们照一下屋顶。它的楼高有多高？这楼高应该三米多，蛮高的哈。快要四米哈、哦，哇，真的很高哎、欸。它你们屋顶是什么材质哈、哦？铁啊，铁皮嘛哈、哦。对啊。好 ，OK， 好。啊，有加装什么吗？因为我上去的时候不会说很热哎、欸。没有，它就三个一个甲板，地上板。哦，了解。好哦。因为它的屋顶哦，是很高的，那所以它的热气哦不会一下子就下，所以可以形成一个对流。好，这是后面的工作室。储藏室。对。好。要有我的生活哦。四面都有采光，非常的跟楼上一样，就是全部都有开窗。我们看一下，它旁边有一个老板，谢谢你啊、哦。他要养鱼耶，他还要养鱼啊、哦？对啊，这个，这个好，我喜欢。对啊，这是活水，还有活水的鱼池。它这个是自来水。问一下有没有地下水？老板，你这个有地下水吗？没有地下水，有自来水。好，谢谢。没有地下水，只有自来水。好，所以才有地下水。没有地下水，没有地下水，只有自来水。对，只有自来水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前面的空地。这个还有它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水塔，这好大啊！我觉得这水塔不是他的，这应该不是他的。我去问老板有没有水塔，这是他的电表。不好意思，再请教一个问题，你们有水塔吗？哦，好，谢谢。他的水塔应该是后面那一个，对，后面这边。在这里啦。对，这里看得到。对，就这里。对，后面的一个有两个水塔。对，就在那后面那两个。好舒服哦。好，我们下去看看。好，我们逛一下街景，然后拍一下那个整栋建物的那个外观，包含停车场。好，好哦，谢谢。看到了，谢谢。就这里，这也是自来水。然后这边就是那个水池流下来的水。来，过来这边看。我们的坡度呢，就只有这个坡而已。就是这个，所以我们上来这一间透天哈、哦，最陡的是这个坡，但是它没有很陡，对，还缓坡。好、哦，那就是到那边下面哈、哦，巷口那边就可以会车了。那上来这边哈、哦，要会车比较没那么容易，但是就是短短的100公尺。但是下面那边下面那一条路大车可以会车，
好，这是整个房子的外观，两层楼都是开放空间，住起来非常的舒适，非常宽广，可以让你在里面打撞球、打麻将。旁边这一条小路我们要进去看吗？看到后面吗？这不是他的，我知道啦，我知道不是他的路。我们看一下后面后面的那个建物。那他旁，因为这个是丙建哈，他已经有做好这个挡土墙了。他当初挡土墙都做好了。法拉、欸、是有林路的建地。法乐。到这边。哎、欸、对。拍得到吗？上面这样子。你知道吗？我的感觉它可以装太阳能板呢、欸。可以啊，我觉得这后面这个应该屋顶了，屋顶适合装太阳。对啊，因为它蛮大一片，那就都合法的。它光合法的建坪就有六十几坪。哎、欸，我们之前那个三楼三十几坪，我们之前楼六十几坪，我们之前买的那个太阳能板一片是多少？一万多。其实太阳能板不便宜。当然自己装会比较便宜，我们是因为请人施工，一片就一万多，600瓦的，就这个坡度而已。对，这个坡度是不会陡。然后这边当然，有些还是可以会车啦，就是要稍微闪。这里啊，这里可以会车啊。这边可以会车，稍微闪一下是 OK， 就是短短的100公尺而已。所以基本上这个物件大货车是可以进来的。哎、欸，对。大货车沿路都可以进来的。我觉得连接车要进来，我也不意外。对啊，因为它这个路不还蛮好走的。我现在想要去到那个路口那边、去看那个转折处。这边是一座桥，这座桥就比较不能会车，要过桥才过桥那边才可以会车。就是这一座桥是不能会车的。往后拍一下，往后拍一下。车子来了。好。那因为这边草已经长出路面了，所以看起来比较小，但其实路宽还可以，是因为草已经长出路面了。然后到这边齁，路就超过6米了，是一般卡车都可以会车了。我现在就是我们站在那个阴凉处，我要看一下这个转折，这个这样子车子进去还蛮好转的、啊，因为这个这代表连接车是可以进去的。连接车我不确定啦，因为我不是连接车司机，但是感觉起来还路很好走啦，其实也不会有连接车来的、只是一个比喻而已，大车可以进来啦。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可以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它这边的那个后面够宽。对啊。这个路宽是可以会车的，对啊，卡车要会车也不会太难会。我们的建物就是这一栋，是这一栋，它的视野哈其实还不错，只是说它前面有一棵大树挡住，所以要到二楼视野才会比较好。看到了吗？好，就是这一户。好，我们再走回去看看。怎么了？再走回去。所以你知道拍片很辛苦吗？没有，拍很多人比我们更辛苦。我是说出来拍片都是很辛苦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只我们女生来说比较辛苦，对我们男生来说的这真的没什么。每天的运动量好大，走吧。那基本上，当然了，有很多中介朋友会看我们的影片，也可能会用我们的影片来采线。那如果你们因为这样而成交，请记得跟我们说声谢谢呢。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至少有一个谢谢吧。没关系啦，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影片是有用的，造福众人。我们这样也是造福别人啊。对啊，帮别人成交。好啦，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？我们的
影片哈，如果你有喜欢，请你们一定要打电话给我们。这样支持我们，或许你是会打电话给别人，好吧？你刚刚已经说过，不要再重复了，好啰嗦。如果不喜欢，没关系，请搜寻我的频道，我们有拍很多，已经拍很多了。对啊，你们的订阅，你们的支持，我们才有动力继续拍下去。好啊，那如果之前拍的你都不喜欢，请你们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手指头轻轻按一下订阅就可以了。以后我们新的影片你就可以看得到，然后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或许你现在没有需求，或许你现在没有需求，但是日后一定会用得到，因为我们都拍得很清楚了。你不用出门就可以知道了。好啦，大概是这样子啦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那我们会更努力，不会放弃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老公。